斷圍測試。受試者自然站立，雙肩放鬆，雙手交叉抱於胸前。測試人員立於受試者側前方，將大尺沿臀大肌最凸起處水平圍繞一周。大尺圍繞臀部的鬆緊度應適宜，使皮膚不產生明顯凹陷。大尺上與零點相交的數值即為測量值，記錄以釐米為單位，精確到小數點後一位。注意事項，測試人員應嚴格控制大尺的鬆緊度。測量時，男性受試者只能穿短褲，女性受試者穿短褲、背心或短袖衫。測量時，受試者不能有意識地挺腹或收腹。